好的，咱们继续时间操控者，看一下啊，去塔的最高处，我先试试能不能吸血。哎，我满血，你先碰一下。哎，能吸血，能吸血啊，那就拼呗，对吧？就拼命吧。我发现吸血速度还挺快，我好像也没什么消耗。美滋滋啊，哈哈！哎，等，重来！我这吸血真的爽。不对，这层。刚才还是魂斗罗，不能魂斗罗了啊！哎啊，从右边走。拼命呗，反正你打我，我也能吸回来，对吧？我去，我打人还挺狠。我感谢孟婆了，感谢了两次呢，三次。我最后一次感谢孟婆是因为他没讹我，没碰我词儿，没有再说。但是我手指都断了啊，刷了1000多礼物，手指都断了。小心装备掉耐久，不能这么坑吧？哎，不对啊。那我能回血了，那我不带这个藤板啊，我还带这个龙，让它输出去，强调输出。哦，我学会 boss 那招，这就是 boss 那招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哈哈，这招好中二啊，看起来特别像东方里的招式。哎，这里过不去啊！大家看，这里过不去啊！看，这里走不了，咱们要去别的地方了，别的需要二段跳才能上去的地方，看看有没有啊？哎，这里，哈哈，这里，那估计就是拿个小宝箱，我看看现在，这个位置。这个，而且这个位置是什么地儿啊？右上角，啊，在那儿。那个地方我记着二段跳上不去啊，记着二段跳上不去啊。去看看吧。下到底。小伙伴说找不到路。索隆附体是吧，被索隆附体。去看看，
哎，哦，我这个时间是那什么的。时间是没了啊，因为刚才中了混乱。有没有恢复的？恢复元气，恢复零杀的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这东西可以反复拿呀，这些宝箱以前我肯定拿过呀。地图真的是不小啊。哎呦呦呦，早了。哎，又早了。哦，这个可以补充啊。这根本不可能上去啊，那个地方不可能啊。不对，不是这里啊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咱们要走的不是这儿。沙子干啥用的啊？沙子是恢复你那个时间槽的，沙子是恢复你时间槽的。哦，上来了，爱惹麻烦的滑稽的小家伙。不管怎样，说明路不是在这里。二段跳，继续探索吧。那怎么办？下方有个缺口，哪个下方有缺口？传送传送，升级。最上面有缺口，那个缺口刚才试了，上不去啊。这个好像是水下，去看看。好好，有二段跳，能来这儿了，是个强化道具。是个强化道具啊。哈哈，孟婆借钱，闻所未闻啊。
向这儿来吗？去最左边吧。最左边啊，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我之前做的记号，这个记号咱们做少了啊，有很多地方已经忘了，那个地方为什么没拿，做绝对是做少了。来，懒得和你们纠缠啊，我需要赶路，以后肯定是有潜水的能力的。看一眼啊，哦，在挺远的啊，挺远的。这个地方很可疑啊，就，哎，我竟然拿过了。拿到二段跳之后呢，肯定需要大量的探索。第三的哭得稀里哗啦，谁呀？快到了吗？这不是？哎，果然，哈哈。哦，法力值上升。然后呢？先往右走吧。这里过不来啊，水下肯定有东西，水下肯定有东西，估计有能力，有下水的能力，和恶魔城小月一样。现在咱们去不了啊，我记得在这里打过 boss。 好，前方是传送站了，我觉得应该回到现代去看看了。哎，那个怪没打过呀，不出来了，还出来了。我不太玩手机游戏啊，所以打听手机游戏的小伙伴很遗憾。回到现代去看看啊。回到现在看看，哎，这个少了，原来这好像有三个光柱吧，现在剩一个了。这里好像都是需要门卡的吧，到这儿看看。哎，这谁呀？对呀，那是谁呀？永生母亲。我想起来了，哦，这是现在，过去的雕像可不是这个。过去的雕像我记得是另外一个雕像。开岩石了没？好像没开吧。好像是没开啊。啊，管理员回来了。哎，这真的啊，我这边进不去的，他肯定是那个门。哦，这有两个，这有两个，看这有两个。
有两个就要去拿。哎呦，哎，我不需要做这个了，我不需要做这个，我直接就能跳上去了。前面又一个传送站，看一下啊，传送站，我传到最左边吧。然后那有两个标记的，咱们给拿了。啊，这就是游戏一开始那里啊，游戏一开始。这里有很多谜题，还需要暂停时间，然后踩着人去呢。现在不用了。现在根本不用了啊。不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啊。哦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啊。但是右边那明显有个隐藏等着我去拿，因为我做笔记了，因为我做笔记了。我高歌一曲，我也不会唱歌啊，五音不全。呼呼呼，塌了。吃货说别羡慕他们。我为什么不羡慕他们吗？你知道吗，吃货？因为我没办法呀，因为我没办法呀。这啊，看别的主播放进球，为什么要羡慕？我没办法，为什么要羡慕？哎，这东西真的会反复刷新啊，反复黑你。到了，元素珠子。哎呀，我不远万里来的，你就给我一这玩意儿啊。看一下地图啊，咱们好像只能走这儿了啊，只能走这儿了。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，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地图，但是呢只有一个地方你没去过，就很喜欢这种感觉。他们飞得真远。我那个马上就要打到我了，打吧，我现在会吸血了，我感觉被打几下无所谓了。拿到二段跳之后呢，咱们确实拿到了不少好东西，现在要继续剧情了。哎，这还有一个传送站啊，看一下啊，38%现在才。过去是百分之，哇，
那这里要多大呀？感觉是个牢房。这个可以像恶魔城那样刷装备，明显可以啊。嗯，这写的什么 ？A。那我过不去啊！一个骷髅，摔得不轻。一个门禁卡，安全卡 B， 哎，可以进 B 了。走，走啊！B 在这附近。我记得是，这里什么 V 什么的都能进了啊，忘记了。太初级了，这小怪。啊，一段记忆。左和右的问题啊，这种问题我选不好啊。啊，这边是个存档点。哦，又一个传送站。哎，对，忘了啊。把这个笔记去掉啊，移除，把笔记移除啊。移除了。哎，这里像矿坑啊，矿坑里就有史莱姆呗，50块钱。史莱姆，哈哈哈，厉害！哎，啊，我以为凭空出现的呢。这水看起来不老干净的。好多史莱姆。高级以太，好，又升级了。这下不去啊，这看来是没路呢，那里啊，又玩这套啊，这怪物的升级版，怪物的升级版。最终幻想系列经常玩这套啊，有怪物的什么测试版、正式版、威力加强版。啊，有个史莱姆，哎呀，哦，我天，完了，岁数大了，眼神不好了。啊，水底下，哦，他会往底下放墨汁啊。啊，那史莱姆掉水里了。绝对的啊，这里肯定有。允许呼吸水下移动啊，妥了，可以下水了。这个怪要干掉一个。哇，那水下有很多地方要那个。哎，怎么了，孟婆？哇，这怪挂的方式真的是坑啊！
哎，这玩意儿怎么躲呢？哇，好深！尖牙海葵，我是不是要打到这儿啊？也不是，解毒剂，小怪伤害咱们现在无所谓了，咱们现在吸血真是太给力了啊！不是他，我感觉真的，你打我就打了呗，大不了我吸回来。哇，这货有毒啊！啊，果然是威力加强版的，有毒。因为普通版的没有毒，但是是黄色的。这不是无敌了吗？我感觉也是啊。打这小怪，就是他随便打我呀，对吧？大不了我往回吸呗。现在咱们是中毒状态，氪一瓶吧，氪个解毒药吧。386、387、390了。血就越打越多，哦，这边有点深了啊！啊哈，沙漏的最大值上升了，有装备啊，有装备，你装备系统还好，还挺丰富的。懒得理你们，我要传送了。这么长的走廊没人，啊，这有好多地方可以下水啊。啊，那好，咱们又拿到了新能力啊，又告一段落。